人的活着这一辈子这个精华，实际上我们看所谓的快乐，所谓的富足，所谓的充实幸福，都体现在哪里呢？你看，我们在拜忏也好，我们平时来讲跟佛跟菩萨诉说自己的内心的苦恼的时候的，我们会发现人生最大的不快乐，最大的缺憾，就是在于什么？种种你想要的都你得不到，而你得到的全都是你不想要的，你发现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谁都摆不脱，摆不掉，只能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就接受了，对吧？也就接受了。可是呢，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这些事情真的是让你，就像你吃鱼，那个鱼刺卡在喉里叫如鲠在喉，大鱼的骨头叫如鲠在喉，就在这里刺着，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那个滋味你说它有多难受啊。那人生的这个不快乐又像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儿，眼中有长钉，咱们很少有人得这种怪病，但是肉里面扎个小刺儿，很直接吧？看我这儿，17号这来这儿，大殿门口，空这个轮椅一下啊，刺儿扎进来出血，就这么一点点东西，我就让我不自在。那人生的痛苦就是个肉中刺，你想要的健康没有。不是大病就小灾，啊，财富，总是跟别人比，一看我还是穷人。事业，哎，人家这个人生得意，哎，我呢就处处阻力，啊，家庭，啊，人家怎么就这个父慈子孝，夫妻和顺，啊，儿女们就。又聪明又乖巧又伶俐又善良啊，又会逗老人开心，怎么我的孩子就这么让我生气愤怒，甚至就觉得是就是来讨债的一样啊。然后所有这些都让你就像一个肉里的刺，不愉快，怎么办呢？佛法不是说让人熄灭生命一心求死的，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是看到生命存在这样一些一个真的这叫做剜肉之痛啊，就像从你的肉里面剜出一块这种痛，它不自在不自由，那怎么样化掉它？也就是从生老病死，生经过疾病衰老到死亡这个过程中，这些种种的不愉快不自在不舒服，我要把它化掉，化掉生死过程中的所有的烦恼，这就是佛法的目标啊。我们对佛法有一个误区，认为不要生就没死，那不要生也没死了，大家想看这个地球上没有生命了，没有人了，没有树了，没有花没草了，都是一团空，有什么意义啊？没意义，对不对？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对熄灭生死这件事情有一个误区，是熄灭从生到死过程中的烦恼的觉受感觉感受。那因为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所以佛法就展现出它的特色来，它的特色就是如何在你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把这种不舒服不自在给它化掉。化掉，要记得我的用这个词不是消灭掉。你想想，你从懂事记忆开始，你就要面临人事的纠葛，这是向外的。那回到家里，你家人之间的争斗也一样。那你回到在个体的个人身心的不安宁的争斗，永远都存在。
你消灭不了的，消灭了人死如灯灭就没了，所以叫化掉的。怎么化？药师经就是化，化的方法。代唱的时候有十二个大愿吧，对吧？月阴树下36000比丘跟着药师佛干嘛呢？演绎啊，听闻文殊菩萨啊给大家告诉药师佛曾经怎么样秉持，看到人生的局促，看到人生的残缺和不圆满，然后给出了12个药方。我成佛时怎么样，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内外明澈就是透明的，没有瑕秽。瑕是这个镜子上一个污点，秽呢是这个镜子上那个被涂了那种泥巴一样的东西。你想一个人的身心内外透明，净无瑕秽，本来你要吃3个馒头的，结果你吃了3.5个馒头，那多余那个馒头你一下去你就知道多了，赶紧排呗，不就没病了吗？是吧？哎，药师经它很有意思，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干干净净。那欲求官位者得官位，什么意思啊？你人生的追求啊，中国人，尤其中国人，到现在我们在江南、广东、福建这些地方还好，是怎么样的？他是商本位，有钱就是大爷了。但是在我们华北地区、黄河以北地区，仍然是什么本位啊？官本位，求官位得官位。哎，这一个家里边出一个全世界的首富，可以；否则的话，只是一个百亿元户，在华北以北，仍然不觉得是受人尊崇。要干嘛？光宗耀祖是当了大官。哎，谁家在电力局当个这个科长了？谁家的儿子在电力局当了局长了？谁家的儿子在市里当了市长了？那是荣耀的事儿。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什么意思啊？男朋友女朋友，看，你要传宗接代，要让人类的生命往下延续，必然要选择一个感情啊、年龄、身段，然后教育各种方面相应的，求男女得男女。那求什么？智慧暇满的孩子，求男孩，求女孩。那人类是要这样繁衍下来，完全是生活中的事情。所以药师经呢，他就这样子把现实人生这些东西给我们说，哎，这样子，那我这个国土完全是老百姓是这样生活的。大家想想看，它是一个空想呢，还是一个可兑现的目标？是可兑现的，还是仅仅是个空想？我们看它的12个大愿。第一、第二，这都是说他成佛的。第三大愿，看他解决什么？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这是说的什么事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比尔盖茨啊？无尽所受用物，也就是他物质财富他全是顶尖级的，没有欠缺。那比共产主义怎么形容我们的，咱们读书共产主义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是不是还有一个大能者、全能者或者一个管理者在分配呀？是不是还是一个局限呀？我们看共产主义它的乌托邦性，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你需要就有人分配给你，那仍然是物质匮乏的状态。但是这里呢，你看，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一点都不缺。要一得一，要十得十，要床有床，要车有车，要飞行器就来个飞碟 UFO。这是物质层面的，啊，看第四个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声闻独觉成者，即大成而安立之。这是说什么？人和人相处的干嘛？一种道德的规范、法律、法治。行邪道者，凡是想行邪道的，我就让他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世界，仍然有人还是要发心干坏事，那菩萨佛就不准许。干嘛呢？给予教育，他的教育是令安住菩提道中。安住菩提道中，也就是在觉悟的智慧的道路上走上来了，但是还不够，仅仅如此还不够，还要干嘛？若行声闻独觉成者，就是想当自了汉的，不再积极的作恶，而积极的自己解脱，放弃一切恶法了，这个叫做声闻独觉，还不够，皆以大成而安立之。哎，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道德的法治的生活的方式。再看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繁横，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俱戒，设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这个就有点神了。哎，这个人就干嘛呢？修在于我法中，也就是这个人于我法中，在我的菩提这个教法中，整个教学体验修行繁横。所谓繁横，就是清净的独身的修行，叫做繁横。一切皆令得不缺戒，不缺戒。比如你们在家行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啊，这个八条你没有一条毁失，这叫做不缺戒。你秉持了28条的这个6条重法，28条轻戒的菩萨戒啊，一条都没有缺，这叫做没有缺。你有一条缺了，这叫有所缺啊。你要毁了，那叫毁；破了、犯了，它是程度是不一样的。具三俱戒，三俱戒又叫三啊，具足三俱境界，设有毁和犯。假如这个弟子们不小心毁了、犯了，或者故意的毁了、犯了，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这说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从个体的身口意行为上，这样一个个体的身口意行为的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受三俱境界，或者受了不缺戒，然后呢守五戒，来生继续做人；守十戒可以升天堂啊，然后守这个什么呢，声闻戒啊，修习禅定可以到深层的禅定天，那守这个菩萨戒，啊，可以怎么样？可以升为佛果，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人间娑婆净土，继续来度化人。但是如果有所毁失，那就是堕恶趣。所以我们在学戒律的时候，有时候听得挺可怕的。哦，杀生戒什么罪报？看你们诵地藏经的时候有没有？若遇杀生者，说素养短命报；若遇盗窃者，说贫穷苦厄报；若遇什么田猎资金者，说受养短命灾病报；若说这个打猎骂里父母者，说什么雷兽淤顽报啊，它都是一种狭隘的恐吓主义式的。但这里呢，它提一个大纲，关键这有一个
舍有毁犯，闻我名矣，还得清净。信吗？各位信不信？信吗？真信假信？假信，一定是假信。真信了，你犯了，你就一心的南无药师光琉璃如来，南无药师光琉璃如来，你就从此念下去，你就不会再哎呀再去请教人，师父我这样念灵不灵啊，我的罪是不是消掉了。你要是再来问，你一定不信，不是深信，即使信也是浅，很浅的信，不是真信。真信你就这样去做，看它干不干净啊。这是一个疑问留给大家啊，留给大家，你们自己去参。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都是一样的道理。随便你念哪个佛、哪个菩萨，你不想念这个，你念南无什么上帝也好，你南无真主也好，随便你南无，南无话筒也好，你就随便南无。敬礼吗？让自己的至心一处，就是一种高层、深层的定，啊，就是一种深层的定。再看第六大愿啊。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七身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暗哑，挛跛背篓，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矣，一切皆得端正侠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像我这些天，我这个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应该怎么样？若诸有情，七身下列，诸根不具，腿脚不便呢，也是诸根不具啊，虽有但是它是残的，丑陋顽愚，丑那不用说了对吧，陋丑陋，丑陋看那个人丑陋不堪的，有时这两个没办法分得开。顽愚，我骂一个人顽名不灵，愚笨如什么，蠢笨如猪，笨猪蠢猪，经常骂人啊，丑陋顽愚，盲聋暗哑，这六根呢，你看眼盲耳聋，暗哑是声音发不出来，哑巴，声音说不出来啊，干比划啊，挛跛背篓，痉挛的挛，这个跛就是跛足的跛呀，哦，佝偻着腰，背搂着，腿拐着，白赖癫狂，满身长了那个赖疮，哦，大夏天的全是苍蝇蚊子在身边，绿豆蝇，谁见了谁躲开，癫狂哦，癫狂什么样子？更可怕，对不对？大冬天的赤身裸体的，哎，在雪地里走，他也不病，大夏天的穿个大棉袄，围个大棉被。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矣，一切皆得端正侠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这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整天要发愿往生药师东方药师佛的净琉璃世界，净琉璃世界是有这些苦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啊？有还是没有？要没有，那么他发这些愿就是空洞的；要有呢，就说明这个极乐，这个他的净琉璃世界并不是真正那么美好的。那也就回到这个话题说，也就是无论哪一尊佛创造什么样的他的净土，生命的不自在、生命的残缺，永远是普遍的。你到了净土又怎么样呢？还是要面临这些样同样的人事。同样的生命现象，你逃不掉的。好，再看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之名号一经弃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资具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哎呀，若诸有情，说的就是我们呀，重病逼切，不是说一般的小病，而是逼得你很已经切肤之痛了，无救无归，
既没有人帮忙你，也没有人管理打理你，无医无药，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无亲无家，没有亲朋好友，没有家属，贫穷多苦。这样的人生，大家想想看，尤其对中国人华人来说，叫五福临门，对吧？这等于是五福，福禄寿喜没有一样具足的，要什么没什么。你说这人活着多痛苦啊！在这个时候把药师佛这个名号一经弃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自具，悉皆具丰足。大家想想看，这比什么万能的那个灵丹这个宝葫芦还好，哗一下就打开了，他就都来了，太牛了。有这样的一个宝贝，相当于怎么样，这个世界太好啊。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即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正得无上菩提。这个你们有没有女权主义者听了这愿开心还是不开心的啊？为女百恶之所逼恼，也就是转生女身有确实很多来自生理和心理的一些不自在不自由，但是在这个两三千年前男权时代的，就是男性做主的那个时代，把女性是这样说的。但今天医疗卫生还有科技这个已经进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看整个的这个英国，对吧，女王，对吧，还有很多都是女王、女总理、女总统，都不一样啊。再看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仇邻，皆当引摄之于正见，见令修习诸菩萨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魔网啊，所谓魔呢，就是被不正确的见解引领生活的一种偏执状态，就是魔，并不是一个这个我们像很多人想象中这个魔怎么这个像黑白无常拉着大舌头那样的叫魔，而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思想，然后导致他的行为的偏狂。好比说，实际上我们这个一天要洗一百遍手的人，你想他其他的时间都干嘛去了？都用来洗手，对不对？我认识一个山西的画家朋友，那最后他是自杀，他的生命干嘛呢？他认为他的画最好的，没有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理解，那他认为他的画就是干嘛，在那个十几楼的大楼里边，这玻这个窗帘从这头拉到那头又拉过来，这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是最自然最美的最至上的艺术，其他都不是。但因为没人能理解他，他就自杀了。你想一个人24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之外，就是拉窗帘拉过来拉过去拉过来，这魔网，不正确的见解导致的错误行为啊，外道缠缚也是一样。什么叫外道缠缚啊？我们信仰佛法、修行佛法、实践佛法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断除烦恼，熄灭内心的这种不安，这是佛法的可以说最直接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外道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外道就说，哎，你佛教徒修性不修命，不行的啊，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每天早晨对着太阳礼拜，晚上对着月亮礼拜，深夜对着星星礼拜，早晨对着晨朝之时对着露珠去磕头啊，夜幕时对着夕阳去叩拜，对归鸟去礼敬啊，就把这些个修行建立在一些很变幻无常的事情上啊，认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林有林神，路有路神，
我相信你们在农村的信徒可能都读过一本经，叫做《高王观音经》，读过吗？这里咱们才开始，你看着用不了，我相信随着我们这样的法会活动，用不了三个月啊，什么都会，什么血盆经啊，血盆大口的意思啊，鹿王经，什么鹿呢？就马路的鹿，鹿马路上都有王管，你要开车呀，要抬轿子呀，要出门啊，都有个经，你要不做这个，那出门这鹿王就让大石头在那路边等着，你就过不去。行船的，走河上的啊，这河流里面做这个都有这个周王经，一大堆，这都是属于外道缠缚。它完全是建立在一种叫做什么见认识上的错谬之处啊。为什么有这么多错谬的见解呢？就源于对事情实相的无知。所以佛翻译成汉语叫智慧啊，是一个觉者的智慧。一个智慧呢，它是能够觉悟到、看到、体验到这些法的实相，方方面面的本来的样子，所以它不受制于假象的迷惑，能真正安住在这个智慧之中。而这种智慧完全是在内心里扎根的。我们一开始不明白，那么我们渴望明白，渴望明白就是一个内在的叫做善法欲，欲望的欲。所以欲望没有好与坏，但是欲望有善法欲，也有恶法欲。我想杀人放火，这是恶法欲，但是我想帮助他人，像青海这个玉树地震，我就是想把家里的省着的钱、棉被、帐篷捐出去，这就叫做善法欲。你想帮助别人，我想让自己从这个生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从生命的烦恼中挣扎出来，这都叫善法欲。所以很多社会上人是不了解这个欲望的界定，就说你们出家人了，你们佛教徒怎么还吃饭呢？不是四大皆空吗？你还吃饭干嘛呀？啊，你们说不杀生吗？吃素吗？那蔬菜也是命啊，你就该饿死才对呀、啊！拿这些问题来指责我。那么我们自身对于这个善法欲、恶法欲没有界定清，那么社会人士更是在不知所云的状态下无端的指责我。所以那要摆脱开种种的恶见愁林，那你就想想看，这种心外求法的见，像稠密的那个森林罗网一样把你捆在里边，很难出来的，出不来。但是药师佛说，令诸有情都能够出魔卷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愁林，皆当引摄至于正见，回到了我们佛法的最根本的八正道。佛法的八正道第一个是哪一个？叫什么？就是正见。所以佛法跟宗教的最大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正见，有正见就有佛法，没有正见只能说我们是一般的宗教徒，不能说是佛弟子。区分有没有是不是佛弟子，就以正见来区分。正见到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这打个标签啊，这个标签纸贴的一洗澡就没了，哦，索性像过去刻犯人一样的，我在那拿着酥油灯把这点上，然后正见你就有了。哼，胡说八道了。正见是什么？正见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你如实的正确的看到了释迦牟尼导师告诉我们说，凡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叫做诸行无常。你看到了这一点，各位看到了吗？天津的居士研究室在吗？你们几号到的？七号到的？天津的居士在吗？那你们唐山的居士几号到的？12号、13号，13号这里是什么样子？每天不一样，对不对？每天不一样，这叫什么法则？每天不一样，这个法则叫什么法则？就是变化，对不对？
人走茶凉，曲终人散。你看十八号上午那么热闹，中午一吃饱饭，有的还不吃饭就光光了，对吧？嗯，十八号三个酒店住不下，现在一个酒店还塞不满。你看，无常法则啊，你要如实的看到，一切的都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06年12月12号，早晨下着小雨，开车到千岛湖淳安县的江家镇看一个灵岩，也是历史上一个老庙。据说那个灵岩那个山洞能直接通到安徽的仙安江那边去，爬上去一堆的那个蝙蝠粪有这么厚。十二号早晨看完江家镇，然后你再开车大概有70公里，都是那个山路，到了另一个镇叫林奇镇，水面很漂亮，看那个山顶上有500亩的一个叫什么什么禅寺了呀，我们那个紫龙山寨那个寺庙叫龙岭禅院啊，有80个木屋，但是因为下雨，就这么窄的山路滑，要走1个小时，到那个岔路口了，淳安和临安两县交界山脊上走不上去，太滑了，挑头回来到杭州。杭州吃完晚饭差不多10点钟，是快10点半了，根本就没指望说这儿啊，人家跟我介绍我就来了，谁也不认识，黑灯瞎火大半夜到了嘉兴。第二天早晨12月13号现场一看，这个门前是个破烂的一个2层楼的一个小学校，废弃的。那个低矮的半间寮这块低矮的那个小的这个文革后期的建的那个土房子，像我这个子都是在这低头猫腰钻进来，像塌的塌陷的陷，还这水边上还有4户人家啊，几条狗。然后中午呢就在这个凤桥镇里边吃饭，我一直以为凤桥镇在那边，因为稀里糊涂怎么来了，虽然现在才知道凤桥镇在东南角啊，镇政府。吃了一餐午饭，然后跟相关的领导、规划这里的人、要建设这里的人，他们好像就瞎聊聊聊聊聊聊，聊出了一个石佛寺这么一个以禅修为主、以文化佛教文化为品位的这样一个概念。聊完了我就走。12月13号就回上海，就离开了。2006年，然后13号回到了北京，20号就入住了圣泉寺，山顶上那个小庙，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定下的这些事情。谁也没想到今天无常，这就是无常。但是这里能保佑多久呢？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砸了。我完全接受，和尚还俗了，勒令还俗，我也上那个西边银川搭个房子，讨个老婆也有可能，一切是无常的，这很正常。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在大的社会运动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对吧？我们说，你们这个唐山的居士多，唐山地震，无我的法则，你说这是我做主？你做主。我这几天确确实实的深深刻刻的感受到我做不了主。你说这个是你的不是你的啊？那这几天啊，这几天你看你们也有的也抬过我，也煮过我，掺过我的都知道我根本做不了主，没有是你的。更加深切的叫诸法无我的法则，这个你管它叫话筒吗？是话筒吗？是吗？各位说是 no 是吗？还有声吗？没了。如果只是这关了，那药车那边一断电没了，做不了主。这石头是山西的一块石头，拉到福建，从福建刻完了，又从莆田那里边把它运在这儿，运到这儿再把它装上叫佛像。在山西的时候，如果当时不小心被人盖了房子，它就是块石头。
石头能决定它做什么吗？它本来是产自山西呀、啊，被人用各种样的运输手段运到了莆田福建，再在福建被一个台湾人设计，再被一个和尚现场骂人家这么雕那么凿，那些工人工程师在那雕耳朵削脸摸鼻子挖眼睛，哪有我呀，没有我。今天你给他叫佛像是因为我们叫他佛像，在佛像自身呢，他说我还是块石头，对吧？诸法无，你要见到这个，那这个石头如此，生命也如此，那世间的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就是正见，你有了这两个正见了，想想看，既然一切都不能做主，既然一切都在变化，还有什么可以烦恼？没有可以烦恼， OK 了，你的烦恼就止息。这就是佛法的正见，所以八正道最根本、最根本的是奠定这个正见。没有这个正见，你去求、你去拜、你去许愿、赌咒、发誓，你只是个信仰的交易者，你不是一个佛法的实践者，你是个信仰的交易者，交换的，跟他做买卖。那第三个正见的内容是正见到缘起空性，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独立存在。再拿这个佛像来说，他不能说我四月十八号我要开光，即使他说他能做主了，四月十八号能开光，是谁给他开光啊？是我们给他开光，对不对？那我们被政府取缔了，我们又不能给他开光，所以叫诸缘和合，所有的缘在一起叫缘起，因为这个条件在一起，像生火一样的，这个着了，但是它的性是空的。什么叫性空呢？就是性空的意思，就是它不能独立存在，不能长久存在，就叫做性空。啊，这个道理各位一定要慢慢的，性空不是另外有个空在那儿，而是一切就不能独立存在，不能长久存在，就是空性，就是性空。因为不能独立存在，因为不能长久存在，它是性空的，所以它一定被条件所左用、所制约。那个条件成了，就诸法因缘而生；这个条件消失了，所以叫做诸法因缘而灭。因缘而灭。见到了这三个，那么恭喜你答对了，加十分。这样是你可以说我是个佛弟子啊。所以正见这个能明白吗？不容易，很难，这个道理很难明白，但是这个道理是释迦牟尼对人类的贡献，是我们导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佛弟子最好的礼物和恩赐。释迦牟尼他的神通本领再大，把我们直接都抓着头发，一人夸都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到时候还是碰到什么样啊？哎呀，什么有病无医，有医下错了药啊，盲聋暗哑，栾背什么佝偻颠簸，还一样。但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哎呦，佛陀不在眼前，极乐不在眼前，净土没有，但是我内心已经是极乐，我内心已经清凉自在了。好，再来看一愿，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往法所路，绳缚鞭挞，既必牢狱，或当行路，给予无量灾难凌辱，悲愁坚逼，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我们应该把这一愿给什么呀？到监狱里去弘扬去，对不对？你看，若诸有情枉法所戮，就是被法律所制裁啊，抓住了，在等于
在这个犯人名册里被记录下来，叫做王法所录，绳缚鞭挞，绳缚过去没有手铐脚镣，叫做绳，以绳子捆起来，鞭挞鞭刑。现在全世界留有鞭刑的国家知道哪儿有吗？新加坡还有鞭刑啊，纪币牢狱直接关起来了啊，或当刑戮，死刑了。刑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刑法，戮呢，屠戮，直接腰斩啊，割头啊，剥皮啊。现在在这个文明国家已经小，但是在非洲一些个这个酋长那些小小的那些地方里仍然如此啊，在印度的一些地方仍然，印尼的一些地方还是一样的，或当刑戮，即无量灾难凌辱。灾难凌辱，前边是说的来自于人为的啊，王法的灾难凌辱来自大自然的。这几天大自然给我们几个凌辱，哪里的火山爆发啊？冰岛火山爆发，火山灰竟然全欧洲的飞机都不能飞，不管你是多么重要的身份，干嘛呀？都得在机场待着，管你三天五天呢、啊，禁空令，谁也不能飞，凌辱吧。你比尔盖茨有私人飞机也不能飞，飞了导弹打下来，这就是大自然给你的凌辱啊。玉树的现在已经超过了2000亡者，中午十二点下冰雹，怎么去救援呀？冻也冻死，枷锁结解断，哎，好像我一念那些东西，这个枷锁、手铐、脚镣都断了，那个监狱的门自然打开，那狱警都跟我哎，哦，拜拜 ，OK， 做梦啊！解脱忧苦是心灵的苦解脱，因为你以为这是监狱，以为是牢壁，以为是痛苦，但是你想想看，按照自然法则，我做了坏事，还在大街上溜达张扬。与自然法则是相符的还是相违背的啊？光天之下连点王法都没有了，这个心良心是不可能安的。相反，我做了坏事，刚好有一个机会在监狱里面好好的反省我做了什么坏事，哦，原来是我的所为有欠缺，给我一个反省反思的机会，你马上心里的忧苦就没了，马上变监狱为书房，思想的温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监狱里自杀的，刚才我看到委内瑞拉的拳王，前天把他太太亲自杀了，自己刚捉进来，把自己的裤子撕掉，上吊死了。今天，委内瑞拉的拳王，在人生的事业上从来没败过，可是因为愤怒。夫妻俩吵架，双双死去，就今天的事情。你想想，要是他早一日听到药师琉璃光的如来名字一念，我好了啊。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唯求食谷，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说的是什么人呢？穷人，吃不上饭，造诸恶业啊，一个是偷，一个是抢，一个是骗，一个是坑拐，还有什么掠夺啊，还有什么抢劫，甚至是谋财害命啊，这些都是恶业，属于这一方面。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蚊虫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严具、花幔、涂香、鼓乐、重祭，随心所玩，皆令满足。所以说，这个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民的救世主，用在这几愿
应该是界定得很对。要是琉璃光佛就是我们贫穷者的希望，就是有病者的福音，就是我们事情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的什么那个无尽的一个宝藏啊，全是针对现实人生的，这个很有意思。好，这个药师佛，那想想看，我相信在翻译这个经典的这个人，还有创造这个经典的人，一定是生于流离失所之地，把这个经典写出来。为什么？太切实的感受。你比如说像今天让比尔盖茨写这样的词，他能写出来吗？让让不用说，不要让王菲啊，那我来感受一下这个，他能感受到吗？感受不到。这一定是最贫穷、最下贱、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最直接的身体感受、身心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甘心就这样子，因此要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在哪里？就把药师佛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文我命。所以在战争、灾难、贫困状态下去传播这个药师经非常好，肯定大家一听就灵。哎呀，总算有一个那个教主能让我这样子去发展途中，特别好。但是今天我们尤其在我们这个已经物质相对的富裕、精神相对的富足状态下来推广宣传这个，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是我们再来看生老病死的这个压迫有没有内在的需求啊？生老病死这个要摆脱他的这个桎梏和约束，这个需求我们还是实实在在啊。我个人的感觉，这个经啊一定是很晚期，很晚期，大概在应该在公元四世纪甚至三四世纪时期才有的经典，不是佛陀原说。因为他的翻译，你看一开始啊，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儿呢，如是我闻一时婆伽梵忧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阴树下，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八部、人分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为说法。所以佛的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十一个名号，没有普加梵。所以这一定是已经后期的，后期发展起来的啊，把很多婆罗门教的内容又重新拿回来。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在解读这个经典的时候，我上一次解读这个经典是1999年正月初九到正月十五在百林寺的药师法会上，那时我也是病，那时候病的说十分钟的话就倒下。在百林寺的普光明殿，我记得应该是正月初十、初九、初十的下午，给大家坐在，我还记得那影像，就坐在那，当时人多呀，那个小店只能容200人，结果里面有300-400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家都面向这儿，我就坐在那儿，给我一个凳子，坐在那儿把这个经给大家讲了一遍。99年在百林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深刻的一些对于佛法的想法，也没有一些深邃的对于佛教法义的一些个圆满的看法，还比较更就全是鼓励大家，这个很好你就拜吧，很吉祥，回去之后十五结束了回去，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该漂亮都漂亮，全是这种说法。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会反思这个书它的历史的出处，它的今天的意义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仍然有这么多的这样的疑问，仍然我还把它拿来做呢？要知道人生的境遇这里都说了，对吧？人生的境遇都说了，今天我们富足了发展了，想想30年前
这里的事儿全是啊。啊，就不用说别的，就说这一个，设父欲医授予非药。这个17号晚上，这个大夫给我一看，他说：“法师啊，你这用的药错了。明明要散肿的，结果你用老姜，这又不是让那个出血量更多吗？所以越来越拐，越来越痉挛，撑不开，就更不敢动了。说御医授予非药，我亲身经历啊。所以还是有现实，因为他是把人生的境况揭示出来，所以他突破了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今天仍然有意义。那我们就把这个可以把它再一个提升一下子，不要局限于人生的这种纯粹的物质啊、疾病啊、财富啊、这个官位、男女、事业啊这些方面，我们来看生命自身的残缺和漏洞。生命自身的残缺和漏洞就是普遍存在的，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填补这个残缺与漏洞？只有用佛法的智慧洞见穿透了它。要知道，无论是贫贱者、疾病者，还是健康者、富足者，在这个不圆满的生命残缺面前，是不是那个觉受都是平等的，一模一样。比尔盖茨说，我可以拿钱把你砸死，可以，但是他能把全世界的这些200个国家地区的国王都抓来说都给我洗脚捏脚丫子吗？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个美国总统可以调动这还是多少艘航空母舰，又要发射什么太空的无人战斗机，本拉登藏在山洞里他找不着，无能为力。所以在这个事情面前仍然有现实在这里啊。我们再看看这些经文，我给你们读一读。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药师流光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行菩萨道时所发12微妙上愿。这是一个在一个，这是在，也就是药师光佛他发这个愿的时候，他生的国土就是一个，一定是经历过战争灾荒之后的一个国土这样的现状，所以他发了这些愿。那我们再对比着看阿弥陀经，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叫法藏比丘，他发的那些愿48愿，实际上也有24愿，也有30愿，也有36愿，因为版本不同，所以那个愿不同，但是核心呢，看看那里边有没有这么痛苦的事啊。没有，我成佛时，啊，我国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极乐世界没有恶道之名，也更不要说有他那个实在的恶道。冤非汝动都不来我国，来生我国的俱是大丈夫身，有意思吧？所以他那个，那为什么呢？那也就是，哎，因为法藏比丘发愿的时候，他那个导师佛用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高科技技术，夸把10万亿周边的所有那些佛土都给他过电影屏幕，夸一过一过一过一转，最后你看吧，你综合其长，所有的佛土你看好的你都叫凝聚一下提炼一下，不好你就不要。然后法藏比丘发愿啊，我成佛时极乐世界要什么，要吃饭的时候自然的花也是土里也是沙子也是全冒出好吃的，吃完了不用起什么洗碗机呀、什么这个洗手液呀、自然的沉到哪里去了，沉到沙子里了。七宝池是什么样的，要洗澡的时候你沉浸，想深到这么多，游泳是这么深，想浅呢就泡脚那样子、要温就温，要凉就凉，要热就热、一走金沙漫地，大家感觉过吧，在海滩上那个沙子被一边是海水一边是沙子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光着脚又不冷又不热，微风一吹
那个鸟又唱着歌，那种惬意，那极乐世界。你看法藏比丘跟这个药师光如来前生不一样，两个人的生存空间一定是不同，所以他发的愿不一样。复次，曼殊室利，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即彼佛土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说不能尽。然彼无佛土一向清净，无有女人，亦无恶趣及苦因生，琉璃为地，金绳戒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城，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因地，因地发愿是这样，但成了这个净土了之后，怎么样？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有异。写经典的人蛮厉害的，把逻辑上的漏洞给我们堵住了，啊。于其果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赐补佛处，悉能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是故曼殊室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愿生彼佛世界。尔时世尊复告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有诸众生不识善恶，为怀贪吝，不知布施即施果报，愚痴无智，却以性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舍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千贪有情积积财资财，以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受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即来乞者，彼诸有情从此命中生恶鬼界或傍生去，又惜人间曾得赞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暂得意念彼如来名，基于念时从彼处没还生人中，得宿命念为恶趣苦，不乐欲乐，好行会施，赞叹施者，一切所有悉无贪惜，见此尚能以头目手足血肉身份施来救人，况于财物。第一个，下回哪问哪一类人呢？贪吝，就是什么小气鬼啊？第一个就是小气鬼，一听这个吓死了，哎呦！你看，不识善恶，为怀贪吝，不知不施，也不知道不施的果报，愚痴无智，也没有信心，就知道聚集财宝，不但聚集财宝，不但舍不得给父母妻子奴婢坐实，这个发工资都舍不得，干嘛呢？自己也不肉，也不用，啊，有人来跟他起来，就跟像割身肉一样的痛苦啊！一听，啊，这样的人。今天我写的不多，毕竟今天要知道这样的人还是很少很少。复次，曼殊室利，若诸有情随如来受诸学处而破失罗，又随不破失罗而破鬼则，有于失罗鬼则随得不坏，然毁正见，又随不毁正见而其多闻于佛所说契经深意不能解了，又随多闻而增上慢，又增上慢复辟心故，自是非他贤谤正法为魔绊挡，如是愚人自行邪见，复令无量具之有情多大险坑，此诸有情应于地狱傍生鬼去流转无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得恶趣，设有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得恶趣者，以彼如来本愿为礼，令其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得正见精进善调意愿，便能舍家去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毁犯，正见多闻解甚深意，离增上慢不谤正法不为魔绊，见次修行诸菩萨行速得圆满。啊，第一个说物质资财，第二个说什么？如果有人随如来受诸学处啊，我们出家的第一步叫做沙弥学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沙弥应该要学习的那些地方、处理、处所嘛，就你应该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专门有一本叫《沙弥律仪要略》，
沙弥律仪要略还是搓漆大要，那还有更细的毗尼日用，专门是讲这个沙弥的，这是出家的。耳破湿罗啊，如来受诸学处，耳破湿罗，湿罗是梵文的音译 Sila 啊，就是戒律破了戒了。有虽不破戒律，耳破鬼则啊，行住坐卧的四威仪，就是毗尼日用中的这些叫做鬼则啊。这个鬼则那很多，有一失落鬼则，也就是戒律这方面这些都没有毁损，虽得不坏，然毁正见。你看毁了正见，有虽不毁正见而去多闻，你有了正见但却不想多学，就得少为足了，去了多闻。大家想想，今天抱着一本阿弥陀经，抱着一本无量寿经，抱着一声阿弥陀佛的，是不是就毁了这条？好好反思一下呀，你们念佛的人多，好好反思一下。而弃多闻，于佛所说弃经深意，弃经深意不能解了。那接着又有另一类人，有虽多闻而增上慢，哎，我经多见广，瞧不起那些个笨人，这叫增上慢。由增上慢复辟心故，开始到处自是非他，也就是只有我对，别人都是错，叫自是非他。贤谤正法，完了，自是非他，必然这就是造成了干嘛呀？人家本来行的都是正法，开始成为魔的伴的，为魔伴的啊！如是愚人自行邪见，自己行了这样的邪见，那么受他影响的人就会很多，跟着怎么样？复令无量俱之有情堕大险坑，是很多很多的人跟着一起走向这样的地方啊！此诸有情应该在地狱傍生，就是什么畜生鬼去啊，三恶道流转无情。好在还有救，就是你听到这个药师佛的名号了，没关系，谁不犯错误，犯点错正常，这意思就是这样说，谁还不犯错，犯点错正常啊，所以没关系啊。这是说这个修行这一块了。